那些县市长他都会运用很多的社会资源，从旁关注弱势团体从这个点这个不是在这边说这个是行之有年，将近七年的时间我相信从这一点证明那些县苏雅市长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也可以说非常关怀我们这个族群的朋友。所以他在这一次立法院的政策里面他有提出如何关怀我们这些身障朋友的权利我相信从这里来二十二年的时间台东北三块里面的县务县长，从乡长、总干事到德六市长到副县长他的脚步可以说始终如一言出必行只要他可以承诺可以做到的事，他都一定会尽力来替大家帮忙我相信社会有很多温暖的角落需要我们来关心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记者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县市的市长他现在是虽然是副县长，他在这次的立法委员参选当中他对这个区块的部分他也是非常的关心也是希望透过他有这个机会如果当选立法委员的话，四年的机会给他好好表现，让他针对这个身障修法的部分、权利的部分、社会福利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觉得我们的县务县长比较关心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都可以来我们总部这边给我们的县务县长打气我相信选举是这样子的有你们的温暖加油我们在未来的走的路我们会更加安心更加会有责任会把未来更好的事情把它做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次的选战这边全部告诉所有的好朋友拜托大家在这一次的选票当中支持我们的三公安的谢淑雅副县长，也在高别人立委。
一般的身心障碍朋友能够比照刚才委员讲的委员跟了解我们牺牲，我们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关怀啊，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你们。那实际上委员可能想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今天经过这个记者会，我们的牺牲还有什么最重要的，我们有关于生活津贴这部分的一些财富条款的资格认定啊，当初马英九总统有来云林县的时候，那时候张家俊当立委委员有邀请我去跟马英九总统有来说出我们的需求，可是也是不了了之了哈。最重要就是说，身心障碍的财富条款有关于不动产这部分非常重要啊，尤其。房屋清楚点，房屋较好点，我们要进入老化，我们机能已经在退化，希望中央能够来照顾我们，协助我们，减轻我们未来子女的这负担。以上简单的几句，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书记干事的发言。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复健机能协会的林淑英理事长啊来讲几句话来？协会的那个干部，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首先我要那个麻烦那个立委就是以刚才立委这样子讲有以前中央他就有规定说，身障者如果你机能退化你必须去医院检定。那个我有看过，我曾经要那个离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当初为什么会离职，就是因为我的手都会麻了，我的一种机能在退化中，我连手要去梳头我都梳不到，我必须去复健，然后就请问医生，我可以不可以那个申请那个退休？他医生给我说，你可以那个你这个要让你的手恢复良好的状态，你最晚要休3个月。我说医生，休3个月我跟你讲，我早就卷铺盖走路了，人家不可能等我这么久。他说阿爸，你最少要休息3个礼拜。我说3个礼拜也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是月评估的，根本就没什么保障。然后就是治疗一段时间，然后觉得不行，再这样子下去，我可能都要报废了。我的手脚早就不行了，连手都不行，到时候连移位都不行，那是一件很可怜、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辞掉，我就真的辞掉我的双手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这样去研究，他说你要退休的时候，身障者要退休，不管年龄整个限制的时候，你必须是你的机能退化，就是82表，有一个表，好几项，几项里面包括你自己会不会吃饭，拿那筷子吃饭，包括你会不会扣扣子，包括你的移位需不需要人家帮忙，做一个分数的加减。加工才能够符合你的一个来源之一，这个也可以提拨出一部分配合款，为什么不行？所以我就有这一些的疑问，我们麻烦那个立委帮我们争取，谢谢。
我是说哈，对我们一般的劳工哈，有些根本生长者他没有在工作，不可能满25年，你知道吗？年资不可能满25年，那个是公务员的，他才说年资满25年，好啊，然后一种只要你一种国会什么那个阶段到，并且也不行啊，他们是放宽条款。我知道，所以现在属于你的诉求是。劳工要比较公务人员能够25年，25年就能够退休。如果他技能好，他要自己延3年5年，那 OK。技能比较不好的，他就可以自己选择。好，所以呢，就是说劳工的身障朋友比照公务教公务人员呐、啊，公务的身障朋友 OK。好，了解清楚，谢谢。那我们欢迎我们韩国瑜总统的七舅李明哲李议员到现场。那我想说，是不是等我们脊椎损伤协会的常务理事林秀月林常务理事来发言？完了以后，我们再请几位长官再一起回答哈。然后那个理事长，哎，然后还有那个林哲议员，哎，然后那个护健协会理事长淑英，啊，各护健各协会的团体代表哈，大家好。好。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然后那时候淑英老师当市长，然后那个议员林议员。那时候就是非常关心我们协会。那之前那个福茂的那个有一个捐赠的那个10万块，其实都是外县市来取的。那淑雅市长跟那个当初的那个林议员，他就把这个10万块的福茂的那个捐赠，希望可以在我们云林县的弱势团体。那他非常关心我们脊椎损伤协会的团体，所以当初那时候我是理事长。他们就把这个那个经费就让我们就需要的我们的会员可以来买一些就是那个附件的一些东西哈，医疗的一些器材，所以减轻我们很多会员的负担。那今天在这个那个署长那个竞选那个立委当候选人的时候，很感谢他。他看到他听到我们的心声，其实在我们那个弱势族群的那个劳工退休50岁，我们争取了很多很多年，甚至每年有时候还会不得已的要走上街头，但是这个议题一直没有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对，那甚至那个在身上生权法47条，其实里面有说我们身障者是可以55岁退休的，可是身权法已经10几年的一直都没有落实。那我们是希望说在这次的选举之后，我们的所有的立委当选人，希望未来的我们的那个署雅立委可以帮我们争取这一块，就是单单纯纯的落实那个身权法47条，就是55岁退休。对，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身体不方便。其实到45岁真的是眼下欲望了。那到55岁，我们可以安心的退休，已经也很不容易了。那要我们撑到65岁，我觉得这个都困难哈。那我觉得就 focus 在这个议题。
从监事以及各位理事长、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们从这个法令的订定吧，从劳工或者是工人员他的退休年资，其实非常基于一开始在讨论所谓军警公教消劳工农保这个国家的这个资源资金不足，即将要破产这个前提来去做设定。但是咱今嘛很清楚看到，其实目前国家的裁员是在目前的执政者当中在手上乱用掉的。啊，那不管是哪一类的这个退休保险，其实不应该走到目前这个状况。啊，全世界每一个基金，我们个人去投资，我们再稳健再差，都有5%、6%，或者甚至到12%、15%的这个获利。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基金它就会破产？可见这个国家在财产上的应用啊有的问题。那我们不能把这一些问题归咎到每一个基层的这个投保者身上。那今天谈到说我们的这个退休年龄啊，法律定定要从60拉到62。那到底是不是劳保真的会破产？啊，这个我们真的要重新换我们来执政之后，我们再重新来检验。那总是对于刚刚我们几位先进所提的，我觉得这个是事实。他为了要弥补这个延后2年要破产的这个情形，所以他把这个劳保退休的年资又往上拉了2年。好，当然了，那我们这座大家都属于这个劳保的这个范围里面。啊，那他往上拉2年，但是一杯节流，但是一定要这边又被往开支。哦，所以这个政府是非常有问题的，真的非常有问题。我们如果不把这个根源把那边解决掉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不管哪一个族群，今天是我们，明天是另外一个族群，每一个都会受害到。但是唯一获利的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执政的政党跟派系而已。所以我非常认同刚刚在我们在生理条件上，啊，这是我们的国民党中常委姚嘉明，姚中常委啊，大家啊掌声欢迎他也来到场关心，跟我们努力。谢谢我们的姚嘉明，姚立伟，欢迎你们的两会现场。是啊，那我们在生理条件上面各方面，大家在克服国家国外对环境的这个障碍，所以事实上开始让这方面的这些困难就增加很多，而且我们要应付的这个日常生活这个压力啊是更大，没错。哦，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各位所提到的，还有我们这个立委所提到的，我们打算从这方面去修正的话，那除了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这个立委席次啊来提案以外，那我们更期待大家的支持，让韩国瑜一位苦民所苦的我们国家未来人手来帮各位设想。因为国语确实是一个很能够了解每一个基层角落大家的辛苦，所以他才会讲出苦民所苦。我相信这句话应该蔡英文他大概一辈子也体会不出来的。好，那国语确实他从年轻的时候很辛苦了，那这个毕业了以后退伍了以后，那也不会去很对自己的出生地而自卑啊，送报纸啊，当警卫啊，去这个当监县生啊，去当这个助理啊，直到当议员、当立委，甚至他要选总统，他一样，对他所应该要招募这个对象，他还是秉持他的初衷。所以，就让我们来为大家跟我们的苏雅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总统元首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处理，但是基层跟各位的这个声音法案，那就交给立法院，交给苏雅来提案。那我们会在这方面，那我也会特别，但这个事情啊，我们在1月11号，大家都能够让总统跟立委啊共同进入立法院啊，包括家俊啊，还有包括我们林文瑞林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大家共同进入之后，那这方面我再麻烦我们的这个立委啊。案子提出之后，那特别再跟您的提醒，我一定会跟我们未来的总统跟他再特别请他一定要交代行政院把这个案子放到
我们要极力推行的一个方向里面去。啊，在这边感谢大家，谢谢，共同一起合作，共同努力，谢谢。哎，有一位好像是我的同学哦。是德吗？德伟，德伟。哦，德伟，德伟，德伟。哎，德伟。另外一位是。哦，刘嘉荣是。哎，那我们刚刚今天最主要的话是说，好，来请坐，谢谢。今天的话最主要是说，我们的身障朋友哦，就刚先的阿威哦，我们一线各地赶过来，要给所有的苏雅加油打气。那因为我们有注意到一个事情的话，说那今晚哦，那得会有就是我们身障朋友，其实那先天条件起他弱势是比较特别。那我们常常都在讲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给特别的朋友，要给特别的关怀跟照顾。但是现在哈，那是不要求特别，我们只要求说一样。那今晚给你都开戏，那得公教就是我们公务人员来对身障的朋友，他们如果满25年，然后就是他的身心就是他觉得一定哈他时间到了。他想要退休的话，55岁的话也当请你全额月退了，哈，全额月退。啊，所以今天大家要把刚刚提到，包括我们总干事提到的，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不能是独享啦，纸上的啦。实际上的话，人家讲哦，兄弟姐妹哦，那一定是大家共同来持有嘛。啊，所以怎么去把这个就是在认定的时候，哎，在比如北部在这些，那我们生活津贴来这边请你的时阵哦，一切不动产的部分，金马保级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用分摊制的。你说他有为啦，这个家庭哈、哦、和谐，家庭道德伦理，家庭道德伦理啦。你说呢，北部都阿公在生呢，那也生就开始在分啊。啊，但是你独龙三间床位在一身，你是虚的啦。你若真正讲吼，像你今麦就安尼就话变起来，钱啊通通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是不合时宜的。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讲我们的属于理事长毛凤伟，在这个亲属照顾津贴里底来底吼，应该是都要讲亲属照顾津贴，吼，不是父老啦。但是起码，那还是讲处理来底有一个家人，必须吼，就是爱护人狗，咱就偷偷死死等来。
他的全新的狗的时阵哦，我们有个亲属照顾军队，这是咱张义成县长伊伫外面时阵伊提案出来。啊，刚当了县长以后，他自己就赶快率先先转台湾东西嘛，跟咱委员官啦，我有落实，就是讲会当加加减减啦，一输啊就三千块啦。那以后的方式是希望说也可以比照。好，这个来给你留着，因为现在这三千就是包含我们身障朋友了，嘿。啊，但是我是感觉讲这个定义啦，这个定义啊，啊，甚至讲吼，建议还是要为中央全面来考量，不是讲个别乡镇，因为人民吼应该是吼平等的啦，卖讲吼这方面努力，你短期的无，所以大概我们今天就是说。保障身心，保障身障朋友的权益啊，借口文的话，我们当到了立法院去，怎么拜托大家哈，一定大家，我刚刚这是后的堂会，还是公平来大家公平者，但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苏阳只要进到立法院，我一定全力哈，用全力来保障我们身障朋友的权益，好不好？好。这资深的立委啊，这请想清楚了，一看简直怎样，请你来两边的礼物。谢谢。啊，谢谢。啊，各位好朋友，开始啊，我讲大家会知吼。哎。啊，我讲，至于吼，我今日讲就讲，需要来去礼拜一。立法这个保障是心脏的挂过过度，跟两礼拜韩国瑜比台北规个比较会，那转咱转过身心障碍的团体开了一个记者会，提了很多议题。我跟各位报告，韩国瑜是一个庶民，安稳困难，穿人领裤，所以每一个人拢是特别，咱不是好嘅人，总拢看袂出来。那他就是庶民，所以呢，有时间呢，不能够是三九一位的来推动工作，在座多几位，你认为已经够用了？在座都十年，你都几万几位啊？哦，所以这搞够够了。我比较那不能在有时间到晚之后了哦，啊，我认为这细节绝对支持一来支持，那这也快了，啊，我搞够了够了。我跟各位报告，韩国瑜是咱的家常，咱的爹啊，咱的偶像的韩国，当时呢，咱的亲戚，咱的叔叔，咱了解韩国，所以各位你看看这三年外，咱大家拢过了几年尊严呢？我讲你用怎么变的？不就结果不了？他问我嘛，啊你不会来？我想我想讲你就是早看我这个人，对，咱就来。我是台湾人，台湾人。伊安怎打问？打打到你刚才？哦，就是迄个总统会面去招苏富比的台湾哦。所以，咱话无重要。那是总统一个人，无人比较讲咱，那是总统是讲传奇伫咧招苏富呢，个国家个人。所以即款个进步，咱需要来换。那要换啥？即款是庶民时代，过去精英时代过去啊。即款毋是啊，即款赶快，那别请国委，别请国委出钱，咱请人家个最真卡拍拼出来，还过于。谢主呀，所以谢主呀，为国民用票，拢给你，到了市场嘛给你，不管你有各是同意思，就怕你唔算，咱要算账，咱唔是要算给到，咱给我啦。我讲你那头路，那唔是干那算给咱冇给我啦。啊，起早怕晚，按了不容许违约，所以呢，我们自己的家己的人，那我也来借一万元。最起码，伊拄只说把各位承诺，对各位的这个团队，也在做着，我相信伊有伊的道理。所以呢，
个在遮呢，我今仔有缘，甲各位个在遮呢，也是有得啊。我本来个来配个水啊，这个高年是一万公里高桥东，至少高桥东出来。啊，拄仔看到高年，然后就拜托高年，第一票总统由韩国瑜，第二票第一位四号的谢世良。第三名，金城十九个，请恁排中国国民党，安尼好无？好。哦，拜托各位，谢谢。我今日来到这个台啊，从今后一整个十年开始，你要做新的一份子，会跟咱合作一个新的故乡。我们二十有间新的中路，跟咱同款，看着很爽，会韩国如安好无？多谢各位，谢谢。咱即摆目前安尼看起来吼，咱就有几啊票啊，尤其阮这同学哦，德伟，哦，你即摆小看较憨呢哦，所以我看较袂出来，嘿，来紧，啊，即一处，又要要来感谢阿条拜托，啊，尤其是讲吼，我感觉讲有一个非常有感的是讲吼，咱即一处，咱话庶民吼，就非常款受益于咱，有看到讲。苦民所苦，我甲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代志。咱也知影讲，有时啊吼，一个人毋是看伊讲，咱是爱看伊做。啊，伊是进前十七年前就做啊。咱的韩国瑜伊总期间是伫咱外面，伫遮咧休养生息，伊拢无咧参考遮个习俗啊。伊拢去爬山，伊也袂到你来韩国瑜来看到神仙，伊就去爬山。我有一个同事以前伫国民公社的时阵吼。因当就是反正咱伫山内底，咱就是往内往外面拢伫遐活着。啊，伊本身是咱有一个创价学会话，迄个人苗头咧介绍，啊，伊就是伊遐做，伊本身是会员，所以他们都会去那边施工。啊，我遐黄山了一个慈恩堂，哦，那是一个专门为善救援，所以拜到礼拜就几次都拢来，人潮到都是什么，就是钱潮。啊，所以人伊就吼，往内往外面。伊就发财啊，就开起来。伊讲韩国人第一届看到伊的时阵，竟然安怎？中辈，第一届中辈，不是一年哦，不是一年哦，不是两年哦，是伊只要伊啊又金贵又白，每一次都中辈。为什么？大家想看卖啊？像韩国人看到一个小，应该是讲小老百姓啦，伫遐咧摆摊。啊！伊看过，迄、那个起心动念应该是讲啊，我来给你买啊，准备先你挺足欢喜的对无？会欢喜无？伊就是要买给咱这个小老百姓，无实在，要来买给伊欢喜，伊才肯倒去，安尼尔。这种的心啊，我讲吼有刺探不如，我真正讲我做袂到。但是韩国瑜中年十大概十七八年前，伊就安尼做，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伊就是真真正正苦民所苦，对不对？啊像安尼总统，唔免阁讲别人啊啦，但咱即阵来个支持对吧？只有他会当体会着咱百姓，尤其是小老百姓的心，那个含着金汤匙的吼，真正。嘛，未使甲见怪，因为伊种咧，咱生有这个苦，吼，所以咱来平时点么在支持韩国瑜啊，吼，啊，咱大家做一点，啊，这一处吼，真正讲，咱六十五天，跟咱靠咱做，咱这人还阁无够，但是咧，只要咱转去，咱大家亲戚好朋友，你着甲大家讲，办正式的韩国瑜
前头那个姐姐能动鱼，前头那个姐姐哎，属羊没有心情，前头姐姐不会动的心情，在那里顶一动，动我一跳，动我一欢喜，动我一怎样，这一票投落去了哦，今年哈249哈。台湾这个音乐，那无要好要倒吼，真正看出来，三年半真正讲讲了无济，迄唔好阁讲啊，讲落去吼，真正三暝三更就讲袂完，讲落去天黑一片，因为真真正正，无把百姓，没有把百姓放在眼里，跟咱妇女哦，公婆大家听你那辛苦，去领票去排队去投票，投出来有没有用？765万票，里面的声音完全没有用。来制裁他，今麦跟他纠结下物件俩，跟他咱手中的选票，跟他靠咱这票一定爱投落去，咱爱多去把咱的力量发挥出来，因为这一次是要为了咱家己，还有为了咱的囝、咱的孙，所以拜托大家每一天亲戚好朋友一定讲，因为吼剩这15天俩，我希望讲一票一票好。只要一票，一票就票好。只要有投钱，讲得通，拢一定爱讲。3票、5票、10票都不嫌多，越多越好。我希望正月十二天美的时阵，咱大家放炮吼，哦，咱讲好个仔，好个仔，好个仔，我倒吹几个十票嘞，好个仔，我倒吹几个十票嘞，唔好讲啊，要知差一丝丝，要知。要知安怎？要知拢袂赴啊啦，吼！就是要赢的。
中国国民党加油！中国国民党加油！中国国民党加油！好，谢谢，谢谢各位。啊，所以如果苏雅进到立法院以后，怎么来保障身障朋友的这，尤其在退休年龄这一块，我们一定会据理力争，一定极力来修法。谢谢。是刚还有一个针对军电的部分呢、它针对。今天很感谢啦，咱谢苏雅南副县长这边没来，咱们专门这几块慰问哈。谢谢。那也感谢谢主牙了解我们身心障碍家庭的一些的心声啦。即马目前对阮来讲，就讲有关中央吼，对着咱身心障碍这个财富条款的那个不动产的分配是无合理啦吼。因为目前即马会发生，就是讲全部的不动产拢算咧咱一个身心障碍朋友的身上。啊，如果咧，伊的子女兄弟姊妹是大人，若往生咧，结果会当大家公平，拢来继承这个财产，安尼对这个身心障碍朋友是一种无公平的这个条款啦吼。啊，所以咧，咱今仔日谢淑雅离来离位开这个记者会，就是要来代表着阮弱势家庭的这个心声，要来帮阮争取。咱嘛希望讲吼，咱社会大众啊，咱各界身心代理，好谢淑雅这个机会，你去立法院咧。替阮身障朋友的家庭来发声，做阮的代言人，感谢各位。
爱有分摊制的哈，所以在申请的时候，因为不懂上来保温，快有软件拿笔记歪，只爱采取分摊，那这样子的话的计算，我相信是最合理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去争取来修法，谢谢。谢谢。